以你因为这样跟 B 有心结，就是。哎呦，好可怜哦。对啊，这很奇怪。觉得哥哥姐姐们让人家都超奇怪的，不会。燕妮，快点！哦，那个有挣扎，那个很害羞，因为那个当下，我跟李纯是就是只套了宝贝套而已。你跟李纯有比较谁的宝贝套尺寸比较大？你的屁股比他还要翘。哦，我的屁股，真的是天生翘，真的是天生翘。然后每一任女朋友都觉得我的屁股很翘。所以他们对你后面的满意度比前面高，前面的也很满意，前面都很满意。然后但是去哥哥家玩那个 PS4 的时候，因为哥哥他蛮会玩电动，然后他就说要送我一台，对，然后我等了半年，一年。我那时候我搬家的时候他就要送我，然后我本来想要买，我都不敢买，然后他又买一手，结果都没有。哎呦，好可怜哦。很失望，对啊，很失望。然后他还欠我一台 PS4，赶快写，赶快写，这样他才会记得。